尊敬的总干事阿祖瑞阁下，大会主席阿罗威阁下，执行局主席李炳玄阁下，诸位大师阁下，诸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感到很荣幸，能在此与大家探讨跨文化、跨宗教对话促进世界和平的话题。我们从2006年起就经常在教科文组织举办活动，至今已经12年。今天看到在座的许多老朋友与新面孔一起来关心这个涉及人类命运的主题，我感到非常欢喜。跨文化、跨宗教对话是许多有识之士正在努力进行的事，但是有些人质疑其效果。他们认为这些对话偏重于讲述而缺乏实际行动，如何才能提高跨文化、跨宗教对话的效率？而产生促进社会和谐作用，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要点。我推荐的方法是四摄法。我从1998年起在新加坡推展宗教团结，我们将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成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新加坡政府表扬我们的成绩。新加坡一位高级部长问我，我们新加坡的宗教联谊会努力了50年，但是还没有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回答他，我用的是四摄法。人与人之间必须时常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那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最怕的是不互相往来，彼此愈猜愈恶，关系就容易恶化。四摄法就是促进人际交往的方法。以下以新加坡为例，简单介绍四摄法。第一个，布施，主要是多送礼、多请客，拉近彼此的距离。我到了新加坡，首先拜访各大宗教，赠送每个宗教10万元新币，赞助他们的慈善事业。这个大礼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交流。我们时常互相送礼，互相请客，
增进彼此的友谊。第二，爱语所说的都是温和柔软的言语，真正关心对方的言语，也是对方欢喜听乐意接受的言语。宗教之间要互相赞叹，避免有所批评。宗教之间最忌讳拉信徒，所以我们赞叹每个宗教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随个人的意愿，信仰哪个宗教都好，不应拉别的宗教的信徒。三立行所做的都是对别人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有一次新加坡某个宗教所办的学校需要一笔钱，因为所租的校地这主人要把地卖掉，他们必须把地买下来。这笔钱的数额超出我们对外赞助的范围，所以我们无法赞助他们。于是我们发起一个义卖活动，联合各宗教，也邀请了地方官员一起参与。一天的义卖下来，所收入的已经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将这些收入全部给了这个宗教，解决他们的问题。第四个，同时，大家具有相同的目标，共同从事一项事业。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之后，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促进全世界宗教团结。2006年我们在教科文组织举办卫塞节庆祝时，新加坡九大宗教的代表上台，手牵手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感动了当时的与会者。组团旅游是团结宗教非常好的方法。我曾经陪同新加坡宗教代表访问过中国，平时这些宗教领袖都很忙碌，很少有机会见面，即使见面顶多也只是一两个小时而已，不容易深谈。组团旅游就不同了，每天从早到晚在一起，无话不谈，有很多机会互相认识与互相学习。一次旅游下来，大家都变成了很好的朋友。2001年我应当时澳洲移民部兼多元文化部部长菲利普·卢托先生邀请移民澳洲，协助澳洲政府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在昆士兰州图文巴士从事这两项工作，所用的也是四学法。十多年来，我们成功地将图文巴十多个宗教团结起来。近年来，我们每年都到教科文组织来汇报图文巴和谐工作的成果。去年三月，九位教科文组织的大使访问图文巴，
亲身见证了当地和谐的气氛。我报告到此，希望四学法有助于提高跨文化、跨宗教对话的效率，为促进世界和平、和谐的与宽容做出贡献。谢谢大家。